请说一说来自于温州的郑晶晶，25岁，目前是一家4元店的店主，掌声有请郑晶晶。大家好，我叫郑晶晶，今年25岁，来自温州，我的职业是服装设计师，目前在上海经营一家男装店。我的爱情宣言是 Se tu mi dai protezione io ti do sicurezza。说的好流利啊，这是温州话吗？是意大利语。陆老师，您听懂吗？我只吃过意大利面，我没听过意大利语。什么意思？如果你给我归属感，我会给你安全感。哇，今天穿的非常的闪亮啊！还有什么才艺要征服我们呢？我今天带来的才艺是，我就从一件普通的 T 恤，用那个剪刀把它剪成一个比较有个性的，然后在上面画一个画。现场展示服装设计。对对对。好的，来。好，现在我们就说找一位男嘉宾，有没有自愿的？天花刚满了，是不是有肌肉？对对对对对。你要脱掉衬衫，要穿到我这个 T 恤，他还要再脱一件。Come on！ 感谢一下运动员的风采。母鸡，母鸡，哎呦，壮硕哈，这是职业的运动员的身材。还要把眼睛戴个头上，已经完成了，走两步，完整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安定 pose， 安定 pose。好，背面。还有他背面其实挺没有想法。挺好的，挺好的。就这么一件设计过的衣服，你得卖多少钱呢？这个就是我店里有一件跟这件很像的，它是卖1880。值了。报告，这次是今天，恭喜你，76票过关了。好，现在面对镜头，留下你炫白自信的笑容，三连拍，准备好，开始，1、2、3，真漂亮，来，台中有请。在《大话西游》里面呢，有个叫做晶晶的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你的名字也叫晶晶，不知道面容怎么样，愿意接下面去吗？嗯，愿意。哦，太好了，来。来，晶晶，准备好，3、2、1，请接面。都说这个女孩子心灵手巧啊，我相信这个手巧的女孩一定都很灵，长得也很灵啊。好，晶晶，现在呢，你需要在我的手机上按下一个你最心仪的男生的号码。哦，他看中是这位。那这样吧，晶晶，我这手里呢有一个手机，你在这上面摁下你最不吸引。原来是这位，但是按得挺坚决的啊。哎，好，各位，第一下如何？嘉宾你好，刚才你在制作衣服的时候啊，这特别迷人，感觉女生认真起来真的很好看。我现在特别羡慕华刚，真的那衣服好帅哦，但是我的身材是穿不进去了。我希望真的了，我可以定做。真的吗？对，我一定会。要钱吗？你太抠了，就为这衣服你掏不起。我肯定会去你店里，真的。好。晶晶你好，我发现上天绝对是不公平的，给了你这么美丽的然后相貌，然后又给了你这么心灵手巧的技艺，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还值1800块钱，我今天算是赚到了。都笑开花了。晶晶你好，那个我刚刚看你在做衣服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点，你非常母性，你知道，就是你在做衣服的时候还跟华刚去叮嘱他什么，我感觉就是说这个神态给我感觉是有妈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妈妈做的衣服应该是最温的，华刚应该还是现在感觉很温的。其实我是想找一个男生比较会照顾我，因为我不太会照顾自己。看来他不大接受你这个赞扬，但是大家确实给了他非常多的溢美之词。来，通过一段微信了解一下生活中的他。大家好，我叫郑晶晶，我从小呢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国到意大利，一直生活到去年回到上海。我自己呢在上海有经营一家男装店，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亲手制作的，都是限量发售。
我平时兴趣爱好都是跟我的工作比较有关系。我一共有三段感情经历，让我觉得最浪漫的其中一段是去年在一大一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追了我很长时间，但是由于我要回国发展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这样分开了。将来我想遇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男生，希望他可以包容我，在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依赖。再翻开两张扑克牌，对金星做进一步的了解。哟，郑晶晶原来是毕业于意大利时装设计学院，是服装设计专业的，现在做一个私营店的店主，认为自己呢是个女疯子，爱购物，是个矛盾综合体，还是个搭配强迫症。为什么叫自个儿是女疯子呢？可能我比较开朗，比较爱热闹吧。那在台上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我感觉。因为可能我有点怕生。搭配强迫症怎么去理解？我对衣服的搭配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今天穿什么衣服就要配怎么样的鞋子，要配怎么样的包包，如果说没有搭配好我就心情会很不好。晶晶你好，我看你有那个搭配方面的强迫症嘛，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天的这身搭配你强迫自己强迫了多久啊？这个完全不是我的 style， 这是我今天睡过头从衣柜里随便翻出的一件。所以按照你刚才说的话，你今天心情就应该有点不开心是吗？不太自然。那你觉得我今天的搭配怎么样？不怎么样。自取其辱。这样子吧，你先来我店里重新帮你做个造型吧。那你重新夸我一下。其实你挺有那个上升空间的。可以努力一下。好，我们以后学会这种这夸人了啊。晶晶你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矛盾综合体能不能比较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应该说是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吧，因为我对时尚这一块比较有强迫症，需要就是很完美才可以把它放出去，放到店里去。如果说没有达到那个心目中的完美，我是宁愿把它留在公司不卖。OK， 我明白，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但是我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就是说对东西要求比较精致以外，不在乎价格啊什么的，其实也很随和的。这么说对男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我喜欢完美的事物，而且不在乎价格。大家自己想想吧。晶晶，我有注意到你的左腿是自己抓的吗？不是不是，那个是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嘛，遇到一个抢劫，他就会骑这个摩托车，然后跟着我到家里，然后就下车的时候他就突然要抢我包包，所以我就挣扎了一会儿，然后就摩托车拖了我好几米。我相信今天你来到这个舞台以后，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会有一个男嘉宾以后来保护你的。来，在这番交流之后呢，男生们可以做出你们的第一次选择。准备好你手中的那件器，3、2、1。哎，很平衡的一个局面。好，晶晶还有更多的资讯，我们翻开另外两张扑克牌再做了解。他恋爱过三次，因为父母反对而分手。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他年龄比我小太多。小多少？小多少？4岁。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是在两年前。还有一次呢，是谁花心而分手？我前男友。对方。晶晶现在希望找这个男生呢，是有事业心的，成熟的，生活要有品质，特别强调能接受我领养小孩。这个也许在欧美的这个习惯当中可能能够去接受，在中国谈这个问题就会有人提出疑问了。晶晶，你为什么要领养个小孩？你自己不想生一个孩子吗？不是的，就说我的意思其实是自己生也可以，就说领养也可以，或者是对方是离异带一个小孩也可以。哦，李建斌你好，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你父母反对的话，你会怎么样？看我父母反对的原因吧，因为我父母其实还是比较想要让我找一个我喜欢的人。那如果强烈要求我们不能在一起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人，若是有很强烈的原因的话，那我会考虑一下，如果说我觉得不是问题的，那其实我是不会去在乎的。好的，第二番交流告一段落了，各位做出你们的第二次选择。来，3、2、1。
请选择。又有一些牌翻过去了，不过你仍然有机会。好，你还可以选择一位不及的男生来提出一个问题。六号，韩卓伦，什么问题？比如说初始阶段呢，就两个人在一个餐厅吃饭嘛，然后呢，你突然发觉忘了带钱包，那怎么处理？我觉得我只能是和你实话实说了。怎么说？我说宝贝儿，亲爱的，我说我这韩卓伦是不是跟谁第一次见面都是宝贝儿和亲爱的？亲爱的，两个人可以互相称呼啊。第一次见面啊，第一次见面是吧？那我就说今天由于出来的太急了，因为着急见你嘛，我说我忘带钱包了，所以你看能不能这对你先帮我垫上？我帮他垫上。你也没带？对啊。我天，那我只能给吧台那个服务员跪下了，然后我说求求你了，我说把电话压着吧，我取回来之后马上，我就这样把你压那儿洗碗洗碗。小勇帮那出了主意，如果你要钥匙你的话你会怎么办？我一般和女生出去吃的第一次饭都是女生请的，一般我会问女生，比如说今天你想吃什么，然后我喜欢吃牛排，我说好吧，那你选择地方你请。可以吗？好吧，拜拜。我跟你讲，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搞清楚，吃软饭，吃软饭指的是什么呀？我本来也搞不清楚，但我今天有点清楚了。这也是需要技巧的。很好，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那问完问题之后呢，你还可以向男生们提出四个要求。要求，第一，不喜欢拍照片的，也不愿意配合的。还真有一位男生翻过去了。接下来呢，你还可以有两个要求提出来，像哪些要求呢？约会的时候不会提早到，让女生等。你希望男生提早到多长时间？比我早就好。好，各位，没有早到美德的可以翻牌了。敢于承认自己有这个坏毛病的人不多。我是一个生活很低能的一个人，所以也很多原因也是因为其中之一，就是我时间概念特别差。但愿你迟到的时间不是在街上街拍美女。好，还有一个要求，平时有事没事就喜欢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的。这个我能多问一句为什么吗？因为我是女生，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如果说我不能第一时间找到他，然后他不能过来帮助我的话，我觉得是很没有安全感。刚才我已经说了嘛，这个姑娘曾经遭受过这个抢劫，所以她在内心深处她总是希望有一种随时随地的一种外在力量能够去帮助她。手机把铃声给调出来，这也是一种安全感的表现。有喜欢调成静音的吗？没有。好的，几个要求提出之后呢，有两位男生通过了你的考验。我们要有请出依然为你留牌的十五号王振宇以及十六号金一波，两位请出列。来看你们俩了，能不能说服这姑娘？金金你好，我叫金一波，我是上海人，然后我现在在深圳工作，然后从事的是一家网络公司里面做市场营销的。然后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印象的时候说看到你就非常亲切，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服装设计的女生，学校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她们，但是她们那个时候可能对我不感冒，所以说我心里面有个情结。第二个呢，是我也去过意大利，去年然后去了20天，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意大利，喜欢它那种人文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比较有缘的。第三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能够一起发展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学市场营销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大部分是做服装营销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你来做衣服，我来负责营销推广，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生活和工作一起齐分收的。而且我相信我现在的年纪，我现在的阅历是有足够的成熟度来保护你的，所以希望你有机会考虑我。姐姐你好，我能不能请你先站一下这边可以吗？可以可以。好，让罗老师看看，他说的有安全感的男人是吧？你有没有这种瞬间就有了很安全的感觉？好像没有。他觉得很恐怖是吧？旁边站这么一个，
打一天。你当时不是遇到过抢劫吗？你看咱这体型啊，一般两三个来抢你的是吧？但是你忘了，体型强壮的有的是英雄，有的就是匪徒。那好吧，有请。没有，我刚才主要想那个让女嘉宾体验一下，就是真的一个安全感。我知道你的经历是遇到过抢劫，那么你跟我在一起呢，我觉得咱们俩出去你可以把这个心给放定，对吧？其实在表白之前呢，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幸福是什么？你幸福吧。我还没找到幸福。觉得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幸福其实去掉所有其他东西之后，剩下来就是说有两个人能互相依赖。我想说，其实幸福跟物质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不管是买什么样的衣服也好，如果没有个心爱的人在你的旁边，我觉得就算穿再华丽的衣服都不会体验到幸福的。因为我已经半年没有来这个舞台了，这半年中我喜欢的女孩子，之前是妞妞，已经被牵走了。那今天呢，我想把握机会，真的很想跟你一起来体验这个幸福，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吗？哎呦，听起来还真是言辞诚恳，情真意切啊！一位排球教练啊，王振宇；一位是网络高人金一波。现在想问问咱们晶晶，二位当中你会选择谁？一位是高大威猛，能给他足够安全感的王振宇；一位是职业方向能很好互补的金一波。女嘉宾到底会选择与谁牵手呢？谁能百里挑一？由佳洁士独家冠名播出。时刻自信的秘密，来自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含美白精华，时刻闪耀炫白笑容，活得自信必备，佳洁士炫白系列。喜马拉雅5000米冰川水与雪参精粹凝聚成自然堂雪域滋润精华液，一滴渗透滋润，高效抗氧，自然堂雪域滋润精华液。你本来就很美。谁能百里挑一？节目奖品由老庙黄金特别赞助提供。谁能百里挑一？男主持人服装由与狼共舞特别呈现。六味地黄胶囊了，过去吃一把，现在吃一粒，修正牌六味地黄胶囊，一次就一粒，管用。修正药业，潘天天就是年度达人。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舞台，他们有对梦想最执着的追求。他们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工作，海飞丝中国达人秀，寻找从未被发现的天才。第四季《梦想力量征集行动》现已启动，相信梦想，相信奇迹。火速拨打或登录达人点 smgbb.cn 报名，期待下一个震惊世界的你。海飞丝中国达人秀由去屑实力派海飞丝实力呈现。各位观众，潘玮柏的最爱是他，他很辣。香得我无法抗拒，就是它，康师傅香辣牛肉面，它辣在舌尖，香在心头，哇哦，香辣诱人的双重享受，超过瘾，我的最爱，康师傅香辣牛肉面，爱上香辣诱惑，感冒快走，快若回来，三九小儿感冒药。秀出你的型，与狼共舞，修身单膝，与狼共舞。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康师傅传世新颖冰糖雪梨，优选多汁雪梨，
清甜滋润，康师傅传世星饮冰糖雪梨，一个晚上一台空调，一度电，一个突破。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一晚仅需一度电，创新科技美的空调。现在想问问咱们晶晶，二位当中你会选择谁？首先那个王振宇，我觉得你真的是，其实在你身边是有一点安全感，而且我很喜欢你有一个酒窝，我很喜欢有酒窝的男生，你也很有亲切感，但是我对你没有感觉，抱歉。感觉这种事情其实也很难讲的，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希望你到我们广东去玩，好吧？好，好，谢谢。好，谢谢这位。对，请回座吧。谢谢，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好，那么面对金一波。金一波，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你的职业和我的职业，就是说，其实真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其实也在。就是我自己可能就对设计这一块比较在行，然后在那个推销营销这一方面的话不太懂吧，也就是说这方面也就是经历的比较少，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合作的话我觉得蛮好的。合作中应该也可以擦出一点火花吧。或许吧，但是现在没有。好的，相信我们以后有机会做更多的交流，我希望还是能够让你更深入的了解我，有可能擦出一点火花。好的，好，谢谢一波。好，谢谢金一波。虽然说晶晶拒绝得很坚定，但是我看得出来两位呢还是恋恋不舍的，不过你们还有没有机会就取决于接下来这个环节了。晶晶，你在我的手机上留下了一个你最心仪的男生的号码，请告诉我现在你心里面坚持的还是他吗？或者你改主意了？是的，是他，还是他。很有意思的是他在整个场上其实真正主动和这个男生交流打招呼的机会并不多，并不多。那好吧，那我们就要公布这个人是谁。他一开始在我手机上留下的就是13号魏瑞昌。这真的有点出乎我们的料，我们因为在前面那么多交流当中，包括他提的问题，从来没有向魏瑞昌提过。来，我们还是要听听晶晶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之前上节目之前的话就有看过几期，我觉得其实你内心其实是跟我很接近的。是吗？哪方面？可能就说平时的话不太爱说话，但是其实心里面是比较有想法的一个人。其实关注我前面节目的人都知道我平时话不多的，我向你说了那么多话你都没有反应，不跟我交流，我就其实我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越是喜欢一个人就是越害怕跟他交流。那小魏，你是接受这个姑娘对你的示好，还是面对果断拒绝两位优秀男生的郑晶晶，魏瑞昌是否会被他的真诚表白所打动而选择与他牵手呢？时刻自信的秘密来自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含美白精华，时刻闪耀炫白笑容。我的自信必备，佳洁士炫白系列。
是后腿，数字前进，后腿无敌，狮子在前突突，只练后腿，狮子在前突突，只练后腿。好，难道你比我 Q？ 给我 Q 出猪肉脯。六味地黄胶囊了，过去吃一把，现在吃一粒，修正牌六味地黄胶囊，一次就一粒，管用。修正药业，各位观众，潘玮柏的最爱是？是他，他很辣，香得我无法抗拒，就是他，康师傅香辣牛肉面，他辣在舌尖，香在心中，哇哦！香辣诱人的双重享受，超过瘾！我的最爱，康师傅香辣牛肉面，爱上香辣诱惑。一碗仅需一度电，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这座城市容纳着千百万种人生，千百万张面孔，千百万个梦想。每天碰撞、交融、共同变化，正是每个人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东方直播室由泸州老窖特区老酒独家冠名播出。感冒快走，快乐回来。三九小儿感冒药。28岁肌肤会说谎，无痕美肌下潜在纹悄然而生。雅诗兰黛全新青春抗皱滋润系列，智慧新生态科技，锁定全在纹，由内而外层层平滑，深彻润透，缺水干燥，轻盈全在纹，沁现水滑肌，水样平滑，年轻浸润在脸上。全新青春抗皱滋润系列，雅诗兰黛。潘天天就是年度达人，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舞台，他们有对梦想最执着的追求。他们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工作，海飞丝中国达人秀，寻找从未被发现的天才。第四季梦想力量征集行动现已启动，相信梦想，相信奇迹，火速拨打或登录达人点 smpbb.cn 报名，期待下一个震惊世界的你。海飞丝中国达人秀由雀蟹实力派海飞丝实力呈现。全新3+2，多样感觉，3+2就要有模有样。那小魏，你是接受这个姑娘对你的示好，还是？那我现在想在这里唱一首歌。好。我刚来。前面第一期白蚁的时候，我唱了一首王菲，我想在这个舞台上选到我自己的王菲。好，来。爱太美，尽管在卑微，却配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在卑微，也嚣张粉碎最苦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在无言，我多想用时对隔绝世界。我的王菲，我要霸占你。真是特有意思，平常他在这儿站着，我发现不太爱讲话，但是一唱歌，这种男人的野性、霸气都出来了，尤其这衣服穿特像蝙蝠侠。哎，那小魏，你通过唱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你是接受这个姑娘对你的示好，还是？接受。姑娘，祝贺你，你成功了。瑞昌，赶紧绅士一点，上前一步。好，恭喜。哎呦，这晶晶还是一个很不好意思的人啊！别看在意大利生活这么多年，她真的是在国内第一次找到一个她心仪的这男生，在这舞台上去接手。我们应该更多的给晶晶一些掌声，鼓励她。哎，你们也将收到由老庙黄金送出的精美金饰，恭喜两位。当然，你们二位还将获得由浙江丽水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浪漫休闲之旅大礼包，以及真旅网提供价值5000元的双人真爱之旅。真爱之旅一触即发。哎，我突然间发现，今天这个时候的态度，我有点害羞。好，两位。
再见喽。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男人重新建立起美满的家庭。本期节目的佳节是炫白笑容大师奖项，由王佳获得。本场的美丽滋润女嘉宾奖项由欧阳慧获得，恭喜你！你将获得由自然堂品牌提供的自然堂雪域精粹系列礼盒一份，恭喜恭喜！好了，我们的节目到这今天就结束了。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